通行无阻啊，这比自行车还要方便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你也绑才会叫绑啊，我说不定这种会绑。前面直走哦，小心哦，这旁边有落差哦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下大雨的时候会不会高一点？还是说它可以进去？因为我们其实它还没有，对，它还是会流出去的。除非大到某个程度，对啊，超过它的那个。对啊，这个主要也都是所以你其实在隧道里面会感觉到滴水，是因为这个都是天然东西，然后也因为这个是历史的文物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做太大幅度的，就是修建这样子。哦，所以这底下哦这边更深。这目前这边比较深嘛。这水是上面下来的。对。有可能有鱼。有哎，好，我刚好往好看到螃蟹。那有可能。干季的时候会到没水的程度，有发生会发生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前几年有干旱的时候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。因为它是剩下来地下水，应该对，这应该是就是天然的资源这样。
可是下大雨或怎么样，这边是管制的。台风至少应该是还是会啊。可是一般人骑脚踏车的鞋子，就变得你这两三公分还是会积到鞋子里面。对，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巡前道。先导。
正的东西。对，那个东西你就先定下，因为你飞也要这样做。中间的那一段时间，每个就必须要去切。切两天都是关键，就上班时间就好了。对，很简单，最难。对，讲讲就好。为什么？你刚不是在这里？
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结束。